海底就是最大的宝藏。最美最好的哥哥了，你想要喝点什么？上所见，我的委托人死者都逮了，危险之中，生命会重生。我的委托人有着奇瑞安的心肠。上所见，我的委托人，惩罚他们。愿圣光使你平静。让这些凡人瞧瞧你们的真面目。要做什么？师叔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惩罚他们。我的委托人有着奇瑞安的心肠。希望国王会喜欢圣光的味道。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学习，换个角度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时间会流逝，但梦境永恒不灭。生命的循环又重新开始了。
境，就会让我们更加坚强。要喝点什么？所以我说，这个鬼是我的。我是兽神角，面对我吧。我不会退缩。搞定他们。让开。就陪你玩玩吧。是这边，那条绳子又在烧了。生命的循环又重新开始了。生命的循环又重新开始了。我没有牌了。是这边，月景会指引我。Lido， 欢迎你啊 ！Lido， 欢迎你啊！我最伟大的霸兵，藏宝库，我认输。
你无法理解。你可以离开了。王者永不休息。恶魔之种的力量，无眼的力量逐渐增长。休想拿到我！如图上所见，我的委托人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力量。我的爱心，一定是这边。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如图上所见，我的委托人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来把水弄浊吧。
王者永不休息。王者永不休息。全都不好了、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我的问题。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！陈立，竟想杀掉我的人！我的手牌太多了。Thank you.